请君魔法师是任嘉伦，怎么回事呢？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娱乐热榜。今天呢，咱们来说说请君官微发布了任嘉伦是请君魔法师吗？请君的花絮，这脑洞让小编不得不佩服啊！路演任嘉伦一出场，魏都立马送上了魔术师头衔，严监军也乐得接受，更是将碧晨珠直接认证为自己的魔术工具，甚至可谓说是有人抛梗有人接梗，这样的搭档氛围也太好了吧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吧。上面呢，让我们来看看这段花絮吧。记得视频后面点赞收藏订阅小编哦。我穿着护身之门，以为我穿那个大圈。好，来看一下位置啊。好，这个是我拿过来的。哎呀，你没发。啊，这个吧，我给你一个，你帮我。他会魔法吧，让我无法自拔，不懂的事让我体会吧，这爱